朋友生日呢，也是我的生日，是五月共同的呢，是那个不同的日期的，是我的朋友是14号，我的是16号，没有在外面庆祝生日啊，因为那个店呢已经关了的，因为那个 CMGO 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明，小玉姐姐，汉斯姐夫，金伟朋友，见证朋友，还有粉丝们，你们好吗？最近好吗？好久不见。这签到嘛已经开放了9个月啊。你今天怎么样呢？你过了生日了吗？偷偷也是哦。现在这时候又不能让人了，但是呢也2年2次的生日那要讲清楚那这是啊。所以呢，因为今天算是我的生日嘛，还有我的朋友生日啊，但是也是不能在外面庆祝的时候热闹啊，有一些聚会啊，所以去逛街啊，因为最近那个新中广之力的关系啊，其他人呢没有钱了啊，那个不够钱，不够吃东西啊，那不够钱啊，那外面庆祝的时候热闹啊，啥事哈，所以呢，我想说今天呢。是我的生日的，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生日，也是我的生日，是五月共同的呢，是那个不同的日期的，是我的朋友是14号，我的是16号，但是呢，我是这样子的，然后呢，你好像要给一个好的惊喜的呢，是那个加一个香槟的那个 Happy Birthday 的比多的歌呢，然后呢，亲自己亲手做啊，我的女友啊，那所以呢。因为呢已经2年了的没有在外面庆祝生日啊，因为那个店呢已经关了的，因为那个 CMGO 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子啊，因为 MGO 啊，但是这个 COVID 店那个餐厅呢已经关闭了的，因为那个不能在外面庆祝生日啊，因为呢很难过啊，又很伤心啊，不是这样子的 啊，所以呢懂了，仔细一看这个就是连这个，这是我和我朋友的礼拜照的啊，在外面的手印啊，就是那个加那个好的还不懂这个字啊，大家都是这样的，这是顶多的，因为认识了我的朋友啊，也从来没有在外面庆祝我的朋友生日啊，或者是我的生日啊，人没有办法在外面庆祝我朋友生日啊，因为呢，这样子啊，那所以还有。下一个是呢，我的 birthday 呢，就是那个 TikTok 的相片呢，还有前年的 birthday 的图片呢，还有一个是在逛街的，都是这样子，错了，下次看，这次可以看，这个是，连这个就是我的 birthday 的，那个前年的，那个喜庆秀的在家庆祝时候，要不能在外面庆祝的，什么什么那个店呢，也关了的。那你想念我吗？因为好久没有拍这个影片给大家看了啊，所以已经2年了的，没有人帮我庆祝生日，只是一个人庆祝而已啊，吹蜡烛啊，我是这样子啊。还有半年呢，你是没有买到 gift 啊，没有办法庆祝自己生日啊，所以但是呢，算是呢，因为去年呢，这个到现在呢。因为好想念在外面三妹皮拉面庆祝我的生日啊，想邀请我的朋友也约我去庆祝生日啊，顺便吃东西啊，吃那些 BBQ 巴扎啊，还是那个海底捞啊，那个烧烤火锅啊，或者是海底捞火锅啊，就是那个中餐的啊，我是这样子啊，因为好想念邀请我的朋友庆祝我的生日啊，在外面庆祝简单的小聚会啊，顺便买那个简单的食品的点啊。买那个一片呐、啊，不像这样，想念呢，在外面庆祝生日、啊，因为呢，我朋友从来没有庆祝，然后我的生日在外面嘛、啊，那吃东西啊，那去逛街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我想当时呢，然后这个新的故事呢，那个我和我朋友的，我和金伟呢，庆祝生日的网络呢，你看那个 TikTok 的那个故事呢。这样看，因为是一年一次生日，那还有一个是2年2次的生日，因为那个行动王之令关系有条件，行动王之令的关系啊，
是没有办法在外面庆祝热闹啊，而且是找日子会啊，都是这样子啊。然后因为我呢希望我的朋友不会有事啊，因为我朋友最近好忙啊，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去逛街顺便找我啊，顺便去喝茶这样子啊，顺便去旅游啊，或者是去附近的逛街啊，我是这样子啊，因为好想念结婚啊，所以要加宾一个我的朋友的同学啊，算两个人，加完一个我的算是三个人了，但是呢希望我朋友一定会因为有空的机会去找我啊，不是这样子，因为呢我的生日呢，但是呢就没有办法买 cake 啊，那没有在吹蜡烛自己啊，但是没有朋友帮我庆祝生日啊，真的好无聊啊，已经两年了都没有庆祝到我，没有人去帮我庆祝啊，所以那个很伤心啊，很难过啊，不是这样子啊，不是这样子，而且今天啊算是我的生日的一天，但是又不能在外面庆祝热闹，顺便邀请我的朋友金伟啊和他的同学啊，庆祝生日去逛街啊或者啥是不是啊，我也能做纸呢，因为最近已经开放了九个月啊，因为那个无锡那个社交距离的那个故事那个 SOP 的啊，可以一起做的啊，因为这些那个是西餐啊中餐啊或是海底捞火锅啊，不管是在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呢，是在沙湾比拉面庆祝生日的，比较简单的比较新浪的一点的，我是这样子的，那所以你不是我是这样子，你们不所以这个讲完了，好了，我今天影片讲完整理啊，还有记得一个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还有小铃铛啊，还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所以呢，我这样子呢，然后呢，感谢我的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我的祝福，然后祝我自己生日快乐，工作顺利啊，今年已经26岁了，我朋友上次。你是22岁了的，但是就是每年在家庆祝生日啊，自己的家人啊，但是呢我呢马粉丝呢，但是在家一个人庆祝生日呢，就是没有买到 cake 的，就是这样子啊，但是因为行动管制关系啊，没有在吹蜡烛，因为那时候我很伤心啊，而且心情一点不好啊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，然后希望呢，疫情赶快结束，然后天天消失了，然后呢，但是那想念在外面喝汽水啊，这边喝酒啊，别喝酒啊，然后希望感觉我朋友有空的时候就记得去逛街找我啊，去那个正常逛街啊，或者是在外面庆祝我的生日啊，这个小聚会啊。想算两个人啊，要算他们两我的朋友和我的他的同学啊，希望要我有事找我啊，因为我的生日呢是10号，但是暂时不要买 cake 先啊，又不能庆祝生日啊，暂时不用先啊，但是呢因为想要延迟啊，想要延迟的日期啊，5月或者是6月啊，想要补回啊，想要延迟啊，下次先啊，赶紧先啊，所以不是这样子啊，所以大家放心，希望我不会有事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想要安排在那个外面的庆祝生日的 shopping 啊，我是不会这样子啊，所以拍谁啊，我这样子，因为呢那时候7年生日，1年1次生日在家庆祝呢，但是不知道怎样好诶，因为我好想念在外面庆祝生日啊，顺便想邀请我的朋友金伟啊，还有他的同学啊，顺便算两个人啊，一起庆祝小聚会啊，顺便找我一起会去逛街啊，就哪一个 shopping 都可以啊，不管是在那个 Big Valley Mega Mall 啊，或者是 South Pyramid 啊，或者是 Central ICD 格朗啊，不是这样子啊，我想要在外面的那个西餐店的吃，包括吃那个西餐啊，或者是中餐啊，什么都可以啊，希望记得要支持我的朋友请我吃一餐啊，因为是我的生日啊，或者是自己付钱都没关系啊，随便都可以啊，因为呢因为前年呢还有前年呢到现在呢
没有人帮我庆祝生日啊，因为那时候，因为我很无聊啊，只是一个人庆祝而已。因为要很伤心，因为差点要伤心哭啊，就是很难过啊，很伤心啊。不是这样子啊，不会的。那最近那新东莞之类的关系，因为也是其他人呢没有工作了啊，但是赚不到钱啊，很难赚钱啊，但是不能在外面庆祝热闹啊，在那个餐厅啊。但是因为想念在那个餐厅的热闹啊，因为那个很少吃那些 BBQ 的和 Steamboat 啊，或是那个中国海底捞的 Steamboat 啊，你就是买那个简单的 cake 啊，有时候自己吹蜡烛啊，算是你26岁了，因为算是今天是我的26岁，哎呦，我的朋友哎，你是22岁的，那不是跟这2022年是跟这22的，所以就是这样子。我先讲完了，好了，今天影片讲完自己啊，和一个记得一个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 还有按小铃铛，还有 follow 我的 Insta， 所以呢，然后呢，感谢大家我的祝福，然后祝我自己生日快乐，工作顺利啊，希望一起赶快结束啊，希望不会有事啊，希望我的朋友不会有事啊，不要忙啊。我朋友有机会的话，记得去 shopping 去找我啊，一起去逛街啊，这个简单小机会啊，算了，加买加冰一个童鞋啊，我是这样子啊，所以呢，我是这样子，下次改天见啊，有空的话，我是这样子，机会啊，要带我的朋友啊，顺便去玩啊，或者去逛街啊，或者是去，我是这样子啊，去海边玩啊。想要庆祝热闹，在外面庆祝，或者是在家的表情啊，怎么都好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因为我的生日呢，因为暂时不要买 cake 先啊，但是呢，没有人能庆祝啊，因为我要延迟的补回的时候，我要补回的，那我算是延迟的5月或者延迟写那个其他的日期这样子啊，过了12号啊，这不能啊，也没关系啊，不要紧啊。所以我要延迟看一下先啦，我要安排看一下我的朋友啊，有空的话就去那个外面的商场找我去庆祝生日，去逛街啊，或是那个吃那个海底捞火锅，或者是那个 BBQ Bazaar 啊，或是 Zoe Brownie 啊，那些二楼啊，会这样子啊，你记得请我吃东西啊，所以然后就是故事啊，所以你现在讲完了啊，那就改天见了。